各位小伙伴们，制作一个自动的烤箱。我们先在草地上挖一个三个格子深的大坑。挖完之后，我们在底部放上一个硫磺金沙。在硫磺金沙的上面，我们给它放上岩浆。哇塞，它在冒烟哎！然后我们在岩浆的上面再给它放上一个冰块。我们在冰块的上面给它放上落叶松木板，给它放上两个。接下来我们再给它放上天窗，这四个面都要。我们先放这边的，然后我们把这几个天窗都要放下来。放完之后，我们到上面来，把这个落叶松木板打掉，这样我们的一个自助烤箱就制作完成了。我们来试一下，打开天窗，放一头猪进去。哇塞，都成一个大猪肘子了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你们学会了吗？有不会的，记得在评论区留言，告诉大吉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